头顶痛，头顶痛，头顶痛，飞碟，正在天上，网格上面啊，正在网格上面，那个病人啊，把和平常往上拉，有时推着走，有时进了走，前进走，正在拉，拉向飞碟上面，快到的时候，飞碟也是斜一下子，在网格上的就不同层次，不同的结构他们有办法解决我们暂时还不知道，没这个概念，因为我们在那个低维嘛，想象不到高维的来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